各位现场的好朋友，我们简单做说明，这个是我们的台北之，也就是俗称的哈巴斯，那也是由我们台北成天会以及新庄信阳宫猴王会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同带领的表演，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咱嘛会非常感谢咱汤地会，咱的陪主席，以及咱的罗会长，以及咱的陈副会长啊，感谢恁率领所有工作人员啊，恁来甲咱本团来庆祝本届咱全省第一军一座进乡南巡辽境大队。在此嘛，恭祝咱贵交贵会会使会不相灵，行威英英，后会鼎盛。掌声再次给我们台北成天会以及我们新庄的好朋友，我们的猴王会，谢谢你们，谢谢。只是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情谊联合，我们的顾问团顾问江国义先生邀请我们竹溪集团以及台北尊人会来亲赞本次进香业主绕境大典，谢谢你们，谢谢。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宣导一下哈，我们要跟各位宣导一下，如果我们手上有拿饮料或食物的部分，麻烦大家我们在红毯的左右两侧都有准备我们的垃圾桶，请大家帮忙一起协助我们大溪的环境，拜托各位不要随手丢垃圾，拜托一下，请大家多多配合，让我们的槟榔汁跟烟蒂也不要乱吐乱丢。那在这边，如果在中华路、文化路，或者是民权东路、中央路、康庄路等等，今天绕境的路线有造成环境的肮脏，那也欢迎我们现场的民众随时到我们的红毯来与我们的干部人员、工作人员来做反应，我们一定马上做及时的处理。谢谢各位的参与，也谢谢今天所有参与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